M 哥啊，我最近想要环岛啊，有没有推荐哪一台车好让我来执行这个任务？环岛哦，环岛不简单，看你要12耐啊、14耐、18耐，也有人24耐嘛。那一般的话，重机的话，我们轻松一点的话，买休旅车啊，或是一般比较轻松的街车就可以了。啊，稍微路线规划一下，看要外环还是小环这样子。嗯，对啊，就是大概是这样子，很简单啊，就稍微有点经验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个时间大概不用那么久，只是一个小时左右而已。一个小时那可怜掉。大概我们最快都要12个小时小环嘛，大环至少要24小时啊，对不对？简单哦，推荐一台车就可以了，一个小时就搞定。一个小时搞定，看喷笑，你是笨假机哦，一个小时。机械增压的神车。机械增压哪一台？力H2。为什么他一个小时可以环岛？卖开玩笑哦，你那么有消费？因为在金门。靠，原来是在金门啊、哦！我、哦、在金门的对啊，所以在金门我们环岛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。差不多。大家好，我小梁。我是骑士游侠。骑士游侠，我们今天连其他去比如说双沙小，要搞什么事？干大事！干大事！我们今天又要来去金门。又去金门？对啊，问题是来了，我们去金门干嘛？金门又没有区间测速。没有。对啊，他也没有高速公路，没有，也没有快速道路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哎呦，要去干嘛？去散步。散步。去龙石碑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有机械增压的怪兽要去那边教课。啊，你已经破梗了。没关系。这个影片本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的，破什么梗呢？我们要去那边教车，这样子的猛兽去金门是能干嘛啦？放在客厅欣赏的吗？一定要的。我是散步用的。哎，散步用的。好，那我们来交车去，走。有条千里迢迢从台湾过来，就是为了教你这台 ZH2 机械增压。对，来，我们问一下好了，车主，你有骑大车的经验吗？上一台是冷400，冷400，啊，直接就跳来这一台啊？对啊，你心中嘛真大亮呢。啊，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想要选择 ZH2 这台车？因为原本骑完冷400以后就想跳公升级，但是又不想找可能比较一般的。所以你就是因为觉得冷400的是动力不足的对啦，所以你才换这台。那为什么会想要从哪个管道跟骑师购买这台车？管道，嗯，那就是 YouTube 看到莱姆哥嘛，嗯，之前有来，最早是上一部交车影片。哦，我看到你啊，骑师欠我的，这个孔明秀是我的，修赢的，修赢，很忙哎，你自己带车的，招人家搞车。所以我们来
专程来交车，你开不开心？说真的，开心啊，开心哦，对吗？那这台车你到底有了解很多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了解很多。对啊，也才刚开始骑而已。刚开始。哦，这台车是我的共性猛兽，你那个谁？有。对啊，而且你带那个谁？隔壁棚不好说。隔壁棚不会，他很屌呢，很厉害呢。骑重机的经验是大概有多久？大概哦。也才快一年而已，快一年而已，所以你就直接冲了就对了啦。对，那你买这台车在金门最主要你要干嘛？就是骑帅不骑快啊。哦，就是骑帅，骑这台也在环岛差不多15分钟就结束了，应该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。哦，驾坡期间啊，驾坡期间啊，这台个配了秀秀叫的，这台是秀秀秀的呢。啊、你有听过那个他回有啾啾叫一声哦，你就是叫一声骗机掉，我的仔嘞。所以这台车其实在金门是说真的是无用武之地的，对，只能说是来骑帅的而已，骑帅是真的这台车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已经来到这里，最主要是啊，有铁要来好好跟我们教车，教一下，来教学一下，来开始吧。发动，发动，发一下。好，快一下，快一下，挂档了，挂档了。好。拿之后，他仪表。这边有一车按键，跟几个按键，对。那这个什么要做？是按键，这是选按键，这是自己选的。你继续讲。那自己选了之后，它这边按这一颗之后可以调，然后这个是确定，哎，这个是确定，确定完之后再按上跟下。它这个有三个可以选 ，Four 跟 L， 哎 ，M 跟 L， 这全马力跟75%。跟50%，那确定好之后再这一个确定，再跳到你再往下面热选，这是寻机。那我们现在来点文件，这是卡瓦萨奇的文件盒，哇，这么大盒哦。对，那里面就会有文件。神车比较屌哎。那这就是一个束口背带，它是一个。可以背在后面的一个是漱口用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漱口的背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它是英文手册，嗯，那这是我送给你，就是一个口罩，好。看钥匙，还有把钥匙，第二把钥匙，好屌哦，第二把钥匙。那油条，我们一般的就是说，从台湾购买重机啊，要过来金门，我们要经过几道程序？就坐水桶来就好。哈哈，汤啊，一个进京的，这是逃犯工，个进京的，大概是会怎样的一个流程？需要哪些流程？就把车弄到港口。哦，你得讲钱摕出来就处理好，哎、啦，不说啦，就这样了，开玩笑哦。大概要什么流程？一台车到这里啊？先订车嘛。先订车，然后看你要现金购车，还是用贷款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弄好之后，要准备领牌。领牌。在哪里领？在台湾领牌、啊。在台湾领就好了。哦，不是在金门领的、哦。不用啦，哦、在台湾领就好了。哦，台湾领牌，那是车主的名字去领牌。对，所以要身份，车主的身份证跟印章。然后再装上涡轮，就是直接吹的，为水上摩托车。对，很快哦，完全不用坐货柜，坐船运来就对了。坐船运来，船运来，船运的费用大概是多少？大概5000。5000多了，五千多，就是坐到这边来。然后这边来的时候，就是车主自己要去领的。车主要自己去领。哦，卡住改的概念。车主领了之后，就只车就算已经就算是给车主的。对。但是其实这边还是过来的时候会做一个交车的动作。当然啦、这就是我们的诚意。没有，下次要一次买5台，我们才要来交车。每一次来一台，我们两个过来这样那边合啦。不会啦，不会合，车越来越大台。我不会合啦。饿了，好了，我跟老板说啊，就大概程序就是这样，很简单就对了。甚至线上也可以的哈、线上可以啊，线上就是点电话卡，我爱那个1900300+，那个 EH25500+，你知道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，你笑的，可以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有神了。
波神降临，波神降临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接我们开心。好，我们准备上车。各位亲爱的同胞，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小铃铛。各位同胞，海豚请右手，旗帜右转。